哎呦，都这么多西瓜，这么客气啊？我们在找货呀。对呀，我们清了货了再吃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。帮你啊，跟着我们一起啊。啊？姐啊，不能害羞，没关系啊，不用客气啊。哦，不用客气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他们在帮我搬快递呢。哎，哥哥虽然不善于表达，但是行动力不错，好积极哎。这对兄妹啊，性格完全相反，要是换一下就更好了。我性格很好。你性格好啊，我知道。好了，不用帮忙啦。来，我今天请你们吃冰淇淋，一人来两个冰淇淋，好了。每次到姐姐这来，都要拿回一大包。姐姐对你们真好。我对姐姐也真好啊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快点自己选吧。谁啊，唐哥哥？哥哥拿呀！我帮你拿吧，谢谢姐姐啦！拿这个，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。哥哥也说谢谢呀、啊，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，随便来啊！拜拜。